三二一，请敲锣第一响，金虎迎春，财神到。今天有140人，所以希望吼啊，咱今日这个记者会广为宣传啦吼，啊来家吼啊，有咱在地企业的支持，买到适当的价钱，都好的物件，啊大家有法度来这个联络大街采购啊，过年所需要的年货吼，啊，佫会使兼做爱心哦，一兼二顾。那透过我们的集点，还有很多的这些促销，包括好有很多的优惠，那希望大家利用1月22号、23号都能够来到我们斗南田径场这个广场呢，不只是我们请街头艺人在这里表现他们的才华，那甚至哦，你可以啊，也可以在这里逛一逛，买一买哈。那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把口罩戴好。希望有一天，咱的年后大街是刷入伫咱的田径场内底面。那么内底有可能500打、1000打，咱拢可能去的。希望讲从这年后大街伫过年前，会当成为咱分宁，尤其是阮斗南的一个特色活动啊吼。